下呢，我们大家分成五组，我当鬼，每一组会发8到9个蜡烛，可以布置在任何地方。你们可以误导我，也可以送他走。我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我藏起来的盒子，就这两个。那游戏40分钟，40分钟，你们要躲好，找到盒子你们就赢了。我们要去躲。然后不要被我抓到，40分钟结束，你们就赢了。那被我抓到的话，淘汰区就是这里。身后呢就是。试下我这个名牌，我就在原地休息3分钟。在我休息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尽量的找东西。然后游戏的范围就是2楼到0楼这一层这样。大概这样。那个就是6楼还是5楼，有一间不要去躲，就是6楼那一层不要去躲。啊，对，直接少一个游戏区域。对，因为他说6楼有改掉。下去也不知道哪一层是几个楼。反正我们这边就是8，所以就是往下2层楼。在这个阴暗又潮湿的环境，西域女神究竟会眷顾人类还是鬼怪呢？他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对，我无话可说了。等一下，后面没人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放冰在外面，所以如果你有反应，叫什么？你在我后面好不好？我很害怕。不用，因为我在你后面的话，我就没有。OK， 我们现在是6，我只能在你旁边。6个人这边还捞过。因为我的灵在你后面。假如我在你后面的话，你的灵会在你旁边。哎，躲这里啊，这有棉被，就在这边睡觉吧。你就在这边睡觉吧。找一个房间躲起来一点。是不是有人来？没有啊，棉被在楼上啊，这里没有人来啊。哇，这里超臭的，可是这里我觉得比较不会被抓到。好啊，你把它点在这里。我看一下，他们好像有传讯息过来。开始了，王狗说开始了 ，Abby， 王狗说开始了，赶快进去。这里是6楼，躲这里，躲这里。开始了。然后开始了，哇，这样很黑都照不到人。开始，离开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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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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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躲着。我放守护神在你旁边。都一起。
君これでもやれるだけ飛ばしてきたんだよ。结果等下马路上遇到就好。我想要去找。然后他们说他带一个，炫耀一下。再见，拜拜，请去淘汰区，谢谢。哈哈，以为逃得过我的法眼，哥就是强。现在这边是几楼？我们是在六楼，就是他们规定不能来的。对，就是其中有一个灵异体质的说这边六楼不要过来，我们还是坚持选择六楼。对啊，对啊，冒险精神。这个楼层啊，比探险还紧张。对啊，他们应该是搞不清楚楼层数吧。他们不是应该要下去了吗？怎么还会在这？不知道。这个探险还紧张哎，灯先关掉。怪了，没有人啊。往右走好了，给你。发现没被抓到。这是有谁呀？进去了。来了来了。他们怎么都在这一层？太夸张了，还有什么动作？25分，把你班结束。可是他怎么一直在这一层呢？不能来这样。
去了。陈玉他刚过来，去哪？淘汰第二组，一起参与。OK， 你们四个，你们可以上去打麻将。凑一桌。啊，你们要给我情报呢？什么？可以可以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刚，我刚刚是拒绝的小鱼。真的假的？大的，有一个在下面。下面有谁？聊一起有点。下面有谁？嘘，我看看，有人。楼上有人。有人。他们不是应该要下去了吗？怎么还会在这？可是他怎么一直在这一层呢？下面。